哎呀，我的脸那是真丑。你很漂亮的，宝宝，你好帅啊！不是这个真的吗？你很有眼光啊！嗨，哎呀，这蛋糕，这个是无价的呀，在这关键的时期呀，特殊时期呀，不仅要做，而且呢还要送货上门，这是我们冒多大风险呢？李彩同学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。妈呀！你看它没动。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，蛋糕你已经吃完了，好吃不啊？这可是纯手工打造啊，宝贝儿。那可不是吗？而且站一下午呢。那可不，还没有任何添加剂。是，主要是轻乳酪特别费功夫去烤。因为轻乳酪是要高火20分钟，低火1个小时，然后再捂半个小时。怪不得你让我掐时间的时候，我看你也没怎么动啊，你是调了一下火候是吗？对。哇，这可真是。所以就，而且要隔水嘛。啊，什么叫隔水？就是底下放一盘水，就是在你的烤盘下面，就是你的那个模具的下面，要放一盘水。用水的那个热量慢慢一点去烤下面。你不放在烤箱里面了吗？对啊，要给它一点蒸汽嘛，烤出来这个蛋糕是软软的细腻的。你都没吃过吧？你也不给我吃啊，刚才我说我尝一口你不给吃啊，你还让我欣赏一下，你这不眼馋的吗？这不是。Continue on Bathurst Street for 800 meters。 错了。啊，那兄弟，你一下一天呐，一天的工作成果啊，哎呀，一边看我一边流口水呀，也不给我吃，你这个重有轻色的，哎呀，这会儿就挂着给 Lisa 啊。哎呀，上回那个你不是吃掉了吗？那不都忘了啥味儿了吗？都。啊！而且那么香是吧？看着都馋。别抢了是吧？拿住啊！哎，管性，好的，配合默契。这累的直叹气，唉声叹气的。这不是跟端尿盆似的？哎，尿盆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个别介，人家待会儿还吃呢。幸亏他看着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吃完了。他也许都不会看到这个视频。咱们推给他。挺准哈、啊，还有6分钟太阳下山。估计一会儿咱们回来的时候天就黑了。也就这玩意儿准，天气预报从来都不准。人说了，天气预报就像小孩撒尿，从来不准。小孩撒尿不准吗？这不知道。也没有经验呢。嗯，将来你就知道了。好吧。晚上多好看这云啊，粉粉的蓝蓝的。哎，这不就是那个我最喜欢那个2016还是2017的那个 Pantone Color， 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什么叫 Pantone color？ Pantone 呢是一个上面带儿子标的一个标识的一个，就相当于一个怎么说？带儿子标。儿。耳朵的耳吗？儿。啊。一个组织？相当，我不知道是个组织还是个公司还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一堆人没事干，就研究一下今年的流行色。哦。他说啥流行，今年就啥流行啥呀？对呀、啊。那他凭什么去左右这个整个的社会风向标呢？就是一帮很牛的人嘛，一帮很牛的设计师嘛。这么牛的人怎么还没事干呢？不是没事干，他们就是专门就找出来这件事要干嘛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嗯。就那一年呢，就是这个，这是我最喜欢的 Pantone color， 就是你看那个云那个地方的颜色。蓝色跟粉色，因为每年的 Pantone color 是一个色。哎，就你手机配。
拍视频啊。视频啊？对，我拍不出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真的有？那必须的。Video 吗？是 Video。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呀，那是颠的呢。动态图吗？特别颠的。那都这玩意儿，那就看你水平了。那就我开车的话，我左右不了，在地下有坑什么的。我好像走错了。Keep right to stay on Ontario 401 East。你不能上女门去。哎呀，这扯远了。我操！他的话，你就是不是你确实你挡我了？这扯太远了。没事，他那边可以从那个Shepherd 吧，走 Shepherd 吧，靠右吧。Head East。哎，但是他给倒一下，二十趟走吧。是他让你 Shepherd 下来吗？对对对，宝贝儿，我觉得你还是有先见之明的。你确实就是拍那个视频耽误我开车了。Sorry。狗拉的屎都是我拉的屎。你放屁，瞅别人其实都是你放的。不是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谁的错都要怪我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哎呀，你说这是什么嗑啊？没唠过呢。就我们西安人叫做"狗爸都是我爸的"，就狗拉的屎都是我拉的屎。哎呀，这词儿太粗鲁了，可别放在那个教小孩学汉语上。我天，他也不知道"爸"是啥意思。那你这玩意儿，他要一日知道的时候，那就不好了呗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这是怪我啊！不，你不要欣赏一下风景吗？这也没有那个云了呀。别着急，一会儿就出来。我不想，我坐了一下午的，就到最后一刻不想停，对吧？这可是满满的心意啊 ，Lisa 同学。哪怕到他们家掏都摔地上了。哎，哥，别，这是凭啥摔地上啊？不爱吃也不能这样，这都是你的心血啊。那没办法，烂着他也得吃。哎呀，有朝一日涛哥看着这视频的咋整？涛哥自己做一个。他不会的，我坚信。涛哥可以的，涛哥很贤惠的。哎呦，叫这个体贴啊，男同志。男生。啊嘿。哎Yes, all right. 老干部，连说话都是同志。哎。火龙冰，把快乐尝尽。这怎么唱上还叹气儿了呢？坐了一下午呢。哎呀，这是我宝贝儿啊，亲手打造的爱心蛋糕啊，真是给好姐妹、好闺蜜呀、啊！这我想尝一口都不让了，留着哈喇子搁这开车。你为什么要骑在道上？这玩意儿我得过去啊，别让他先走了，对吧？留着哈喇子开车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要去给你补别的，譬如说。你不是家里现在还有那个糯米糍呢吗？啊，回去给你做包个大福。哎呀，再给你包个雪媚娘。没，就这名挺那啥呀？怎么叫雪媚娘呢？我第一次听说。没吃过吧？没有，我没听过，我第一次听。回去给你包个雪媚娘。男女的？雪媚娘吗？女的。嗯。哎呀妈呀！那你上哪儿找这个雪媚去啊？我给你包出来呀。哎呦，那我还哪舍得吃？这地儿我来过。左转，进去。好像上次我跟 Lisa 滑完雪之后，我送她来的邮件。啊？这样，那个，这段掐了就播啊。好的。我们就不上了。Hello，Hello。咋带啊？哎，你昨儿唱歌挺好听啊，涛哥。主要是那个 video 啊，对对对，是次要的。照片很帅啊，很有特色。那完你就像你的盒子，你先拿着吧，改天再切了过来给你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
正应了那句话了，送人玫瑰手有余香。哎呀，我也沾沾这香味儿。咱们回去继续弄那个词儿吧，编那个。行啊。那种汉语那个是吧？我觉得挺好玩的。当然了，你看，我就说，咱们就是准备给，甭说别的，就是给咱们今后那些周一到周二周六啊那些孩子啊是吧，给咱们自己的孩子讲这些故事，你想想看他们怎么能爱听，对吧？那么以这种态度去给其他的小朋友讲课备课，这就是良心品质，这事儿咱们就你我这工作态度，干啥事儿都特别认真，也不糊弄，为什么赚钱纯是。但是我就在想说，咱们编故事现在你只是写了一个提纲，对啊，那个故事最具体怎么样细化，每个台词怎么样说，咱们还是要展开的呀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就跟王家卫学，包括姜、啊、包括姜文，王家卫拍电影，姜文拍子弹飞，都是，但这样会很耗时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拍的时间会很长，你拍时间正常呗，当玩儿了，然后那些花絮不就用在咱们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吗？对不？就跟这一样，都你看，真事儿，就跟咱俩唱歌一样。这个就像凤凰卫视一样，对，都行。凤凰卫视就是很多花絮都做成节目了，包括成龙的那个电影后面的那些所谓的彩蛋，不都是吗？多好玩啊！没有，我说跟咱俩唱歌一样，唱一唱就有点撸的，一唱就说啊忘词啦，早啦。最美的风景在路上。天黑了，你看我怎么说的，真快，天黑了。这干啥呢？我太，哎妈呀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吓人。你这么的吧，你得对着镜头做一遍。你是对着镜头做的。你对着镜头，你相当于屁股对着镜头了，懂吗？因为你比划的是你的食指，你的食指是背对镜头的，懂我说的意思吗？嗯，对，你得用食指对着镜头，因为你是玩食指嘛。我玩的是中指。啊，那我看错了。哎妈呀，你别介，就是在西方国家，哼，别玩中指了啊。宝宝，你能不能在地下停车场不要这么疯狂？啊，冷静！哎，那你看什么呀？我刚夸我自己，就是地下停车场，我拐弯我都打转向。但是你拐的太猛了点。那我舒缓一些。都没有一点给领导开车的样子。这个速度可以吗？领导开车不能有急刹呀、啊。哦，这我是的。给你插一个看看，啥呀？啊？我去，行吗？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你还笑？我生气了，宝贝儿，喘气儿，我生气了。他是这样的，手要进，手进哪去我呀？感觉我。我自己挠自己呢，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你还笑，我生气了，走了，我真生气了。